我是珊珊，我是玲，我是玲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一体周，哒哒哒哒哒，一体周已经拿出来了。对，好，我们这个你看，哇，这是我们。好，我们这样游是最后吧？这样游是最后，对。好，首先我先介绍这个是我们的水，水，然后这是气泡水，然后这是泡泡，这是苏跑，好物哦。再这个是葡萄 C。葡萄心，然后这是酱油，大家闻不到。哦，我等下给导游哈。拜托帮我们算一算，看谁要进一体中。好，气泡水。先从水开始。好。一个一个来。先想学，无聊死了。好。那我们来测试看我们的水可不可以发电，要是它有出现数字就是代表这个东西可以发电。来吧。有。有。所以它可以设置时间的。对，这个才可以连接到这里。它这个里面可能会那个触电。触电。不会啊，这个这样按都没事。你看看啦，它的，你看爸爸手也可以导电，你看看啦。你的手也可以导电，对啊，但是因为电阻太大，所以其实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可以看到也有荧幕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先气泡水一个一个来。气泡水 是什么味道？是一个不明的味道，没有味道。三二一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哎、欸，真的有！我也在画木里哦，我也是拿东西。有有，这时间我们等一下再来调整好了。气泡水有没有人要喝一口气泡水的？不要，你之前做的好难喝，我们就不想喝了。算命很厉害、啊。等下苏跑谁要？剩下苏跑谁要喝掉？你呀、啊。当 YouTube 就要负责把它喝掉，懂不懂？果汁，我不喝苏跑的，我一定要苏跑对身体不好。姐姐，哪有？姐姐，你谁说苏跑对身体不好的？姐姐，因为它是气泡水啊。不是。姐姐，可不可以给我拍完影片给我喝这个呢？姐姐，这样有点想的。可以。有吗？有触电吗？小爸爸来，小帮手来，小法果来。有。有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苏跑，苏跑，苏跑。拜托帮我算一算，看谁要进一体中，刚好葡萄哎、欸。好，葡萄。苏跑给我。说不定。那剩下的这些我要喝。是这样。插进去。好，对，好。妹妹看有没有？给妹妹看。啊，发动了。好 ，GoPro。有，接下来是什么？葡萄汁很好喝哦。酱油可以吗？酱油可以啊，拜托帮我转一转，看谁要进一体中。好，好。哦，酱油如果倒了会被妈妈骂，如果倒在地面上。酱油不够，吃力了，我们加点水。太浪费酱油。好，来吧，不要跟妈妈讲啊，这影片不要给妈妈看哦。好，你就自己看就好。啊、哦，有太多。哦，我这好多酱油。好，我这还可以回收，幸好。不要这酱油，不要回收了。好了，酱油可以啦，还真的可以耶。有吗？有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有。哦，好重的酱油味。妈妈，我要打电话给妈妈。我说你用的啊。哎，我们再来一个好。还要用什么？你家没有东西啦、啊。光泉牛奶。光泉牛奶不行的，这一定会被妈妈骂的啦。你那么大声。对不对？拜托。你那么大声，不要这种。这种绝对不行的，这样会被人家骂说浪费食物。
帅片姐帮我一个赞，还要让我按个小铃铛，可以刷。不要用牛奶了，你快 ending 了，来，是爸爸到，爸爸都没玩过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还要你 ending 做什么？还有牛奶嘞。我就这样啊。还要记得留言和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有了的。妈妈看，刚才把酱油跟牛奶拿去做实验。是你自己刷的？是酱油味吧？是爸爸自己刷的，有酱油的。啊？牛奶啊？妹妹，我们妹妹，我们一起说是姐姐乱玩的，好不好？我听到了。要不要？正在那个河马。对对对，妹妹是姐姐乱玩的，乱玩牛奶跟酱油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用的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们小怪小怪，我们一起说是妹妹要用的，好不好？妈妈是妹妹说要乱用的。我听到了。妈妈，其实犯的是爸爸，爸爸。你讲，反正这段我剪片了，我会把它剪掉啊。